汪公公呢？回皇上，已经派人传去了。再传啊！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圣上驾到，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谢神厨，今儿做什么好吃的呀？刚刚传旨说皇上要吃麻团松肉，这不正坐着呢吗？太油腻吃不下啊，就弄点驴打滚啊、豌豆黄什么的就行。得嘞。切，这点事儿传个口谕不就结了？怎么皇上还亲自跑一趟？我正好去球场路过这儿。哎，汪公公怎么还不来呀？哎呦喂，干爹，你去哪儿了你？我哪儿也没去呀。皇上正在传您呢，您就不怕挨板子啊？他皇不了几天上了啊。国民政府发话了，这几天就赶他出宫。儿子，趁着乱乎劲儿，能捞就捞吧。哎，干爹，您是不是去那个？闭嘴！我哪儿也没去。没去。奴才叩见皇上。汪玉明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啊！我找你几回了？不是，皇上，奴才一听见信儿，立马就赶来了。我怎么听说你去了玉庆宫的小仓库了？皇上，不是，这谁乱嚼舌的根子？皇上，我上那儿干什么去？皇上，来人，我拉到净室房，打的四十大板子。哎呀，皇上，奴才冤枉，80，奴才打不死你。奴才冤枉，奴才冤枉啊！皇上，我压根儿没去玉庆宫，我是给皇太妃送果盘去了。是真的吗？你要不信，您问皇太妃去呀。你别让我查出来。去，把海兰给我叫来，陪我打球。这。